直接是放在里面，放在里面那个桶。清洗干净，出来然后就。我在这摆酒啊，你以为我在这当饭桶摆酒的？我这个还好，我喝茶。像这种一台你们多少钱啊？这种啊，这种22万。22万。我们外面的售价。这是市场价哦。外面的售价。哦。但是给你同行价，你到时候问我再跟你说吧。嗯。先给你们的是应该是同行价，这是我们卖给他们的。好像时间有点长啊，我就这样吧，哦。